林小姐，这条项链应该不是您丢的那条吧？不是。那就好，这是我和我太太订婚要用的。导演，这件事情如果弄不清楚，我没有办法继续工作了。哎，依呀，你是剧组的演员副导演，你得以全组大局为重。咱耽误一天得多少钱呢？耽误一天多少钱我赔，这是不是得报？但如果警察来了，有证据证明不是我做的，他丢脸状，那就他赔。跟我叫板，张依依，你一个小小的演员副导演，全身上下加起来才几斤几两啊，你赔？你凭什么赔？龙太太，这是谁啊？有人问你话呢，你不回答一下吗？安妮塔来了，找你订婚纱呢。谁啊？我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龙氏集团。我才看明白，导演，这是采访我太太的吧？哎，导演，我老婆没给剧组添乱吧？没，龙少爷，你这开玩笑呢？误会，都是误会，误会。哦，对对对，误会。今天这架势，各位都不开工啊？啊？这，哦，那正好。老婆，走。导演，他们干嘛去？走走走，看看去，看看去。走吧，梦姐，去看看吧。走。挑吧。在这儿挑啊。哦，对了，这是安妮塔，这是我太太。安妮塔小姐一定坚持要见到你。这些都是安妮塔老师特意给你挑的。林小姐，这条项链应该不是您丢的那条吧？不是。那就好，这是我和我太太订婚要用的。怎么样？走吧，老婆。如虎添翼，不可限量啊。